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涛哥，一个把电影当故事讲的电影解说。今天涛哥给大家带来的是美国恐怖电影《神秘感染》。故事开始，在昏暗诡异的医院停尸房里，看尸人变态男正对着一具漂亮的女尸干着不可描述的事情。但是女尸身上隐藏的尸斑、登记表上神秘的死因，都让观众知道这具女尸可没那么简单。画面一转，我们的女主年轻貌美大长腿，妥妥的一个漂亮女神。但女主的取向却时常的变化，在经历了若干段混乱的感情后，女主觉得还是那个啥才是真爱，所以女主最近又交上了一个拉拉爱人漂亮姐，两人如胶似漆，很是恩爱。这天的晚上，女主和漂亮姐相约到好朋友梅姐的家参加派对，但漂亮姐因为有事儿来不了。失落的女主感觉自己不被爱人重视，一个人喝起了闷酒。但女主不知道的是，在黑暗处，一双眼睛正死死地盯着她，而眼睛的主人正是电影开头的那个变态男，他也受邀参加了此派对，并一眼就看上了女主。而女主这边并没有感觉到危险的存在，还是在那里有一搭没一搭的和备胎男聊着天。这备胎男人如其名，一直暗恋女主，追求女主，但老实木讷的样子实在不是女主的菜，女主也只不过是在无聊的时候和他聊聊天，解解闷而已。而这梅姐交友广泛，所以派对来的什么样的客人都有。此时有个小胖引起了女主的注意，为了结束和备胎男无聊的对话，女主主动和小胖搭讪了起来。一聊这才知道，这个小胖居然是个毒贩，顺便还做点其他违法的勾当。这时变态男也主动出击了，变态男递给了女主一杯饮料。看到这里，明眼人都知道这饮料肯定有问题，而女主居然想都没想，直接就将陌生人递来的饮料喝了下去。果不其然，接着女主就迷迷糊糊地跟着变态男上了车，进行了一场不可描述。醒来后的女主发现自己回到了家中，此时的女主脑子断了片，对昨晚发生的事儿都记不清了，并且身体也有些不舒服，浑身发冷，也许是感冒了，女主也就没有多想。我们的女主生活在一个单亲家庭，一直跟着母亲一起生活，不过这母亲也不是个靠谱的人，感情和女主一样的混乱，对女主也缺乏教育，要么粗暴干涉，要么十分的溺爱，这也就造成了女主失控的人生。随后女主简单的收拾了一下后，就出门去找漂亮姐。看得出女主很爱这个女人，但漂亮姐却对女主不确定的取向有所顾虑，质疑女主能不能做一个坚定的拉拉。接着回家以后，女主的妈妈又开始对着女主唠叨，心烦的女主此刻感觉身体有些不舒服，就打断了妈妈的话回屋去睡觉。此刻熟悉恐怖片套路的小伙伴大概也已经猜到，女主肯定是从变态男那儿感染了某种病毒，而这种病毒也肯定和影片开头的女尸有关。果然第二天起床的时候，女主的身体出现了严重的状况，女主面色苍白，浑身无力，洗澡的时候下体也开始流血。刚开始女主只认为是大姨妈来了，也就没有在意，但又发现身体其他的部位也开始有了各种各样的反应，甚至长出了一些奇奇怪怪的斑点。随后来到餐厅上班的时候，女主开始神志不清，恍恍惚惚，到厕所还排出了一滩血水出来，这一下直接就把女主给吓傻了。来到医院检查了一番后，医生也说不出个所以然，询问了女主最近的生活情况后，感觉这应该是带状疱疹之类的。医生简单的开了些抗生素，然后叮嘱女主注意私生活，然后就让女主离开了。听了医生这么说，女主也就没当回事，还心大的约梅姐吃饭。在聊天中，女主得知警察正在找那个变态男，好像变态男涉及一些严重的案子，而女主因为身体不舒服就早早的回家了。回到家以后，女主发现自己的眼睛充血，牙齿松动掉落，甚至身体掉出了蛆一样的小虫子，这种情况送 ICU 都怕来不及，但我们的女主却还在家里稳如狗。半夜睡觉时，女主突然惊醒，然后又去厕所吐血。女主的妈妈看到女主这一趟一趟的呕吐，就质问女主是不是和别人鬼混怀孕了，怎么也不采取措施什么的。我了个去，当妈当到这个份上也是够可以的，你家的女儿都成这样了，真的就看不出来吗？第三天的清晨，女主抱着马桶醒了过来。女主昨晚是吐了一整个通宵，现在厕所的地板上都是浑浊的血水，同时女主的身体变得非常的奇怪，她的肤色变成了死人一样，头发也开始大量的脱落，同时身体也失去了知觉，开水浇到身上都感觉不到。但就是这样了，女主居然还想着要去打卡上班，简直是美国先进工作者的典范。随后上班以后的女主指甲开始脱落，还掉在了客人的碗里，老板也发现了女主的不对劲儿，赶紧让女主去看病。
女主再次来到了医院，但检查还是没什么结果，只说是某种新型的那种病，让再观察观察。要说我们的女主还真是热爱生活，都这个时候了还想着参加插花的比赛。门卫看到女主这副鬼样子，都不让女主进入会场。失落的女主就去找小胖，想买毒品来减轻身体的痛苦。在这里女主碰到了梅姐，梅姐看到在一天的时间女主竟然就变成了这副模样，赶紧让女主去报警，说从警方那里得知那个变态男已经祸害了好几个姑娘，那些姑娘都出现了可怕的症状。但女主却说自己不能去报警，不然漂亮姐就会知道自己干了对不起她的事儿。我去，你还真是贞洁烈女呀。在女主走后，小胖告诉梅姐，那天变态男让女主喝的迷魂药就是自己卖给她的。而另一边，女主来到了女友漂亮姐的家寻求安慰，但漂亮姐却要和女主分手，说梅姐刚刚已经把发生的事打电话告诉了自己。女主接受不了这个事实，变得狂性大发，上前就掐死了女友漂亮姐。接着女主又赶到了梅姐的家，将长舌妇梅姐给咬死。此刻心里扭曲的女主开始报复社会，她打电话叫来了一直暗恋自己的备胎男，并主动的投怀送抱。而这备胎男也是饥不择食，也不仔细看看女主都已经变成了什么鬼样子，上去就是那个啥。突然女主的身体开始不断的掉出蛆虫，直接就把备胎男恶心的跑到厕所哇哇的大吐了起来，并且还在这里发现了梅姐的尸体。此刻崩溃的女主跑了出来，开始驾车狂飙，路上的女主越来越迷糊，最后出车祸倒在了方向盘上。随后醒来以后的女主已经完全变成了一具丧尸，她见人就咬，就连自己的妈妈也不放过。这下好了，一家人变得整整齐齐的了。预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小伙伴们明天继续听涛哥解说神秘感染的第二部。初看恐怖片的小伙伴也不要惊慌，这种类型的美国恐怖片很是常见，以后也会经常遇到。对于涛哥那些亲爱的假粉来说，这片子也就是普通的一部下半片，相信你们看了后只会神情气爽。好了，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，喜欢的小伙伴记得给涛哥点赞和转发，如果你有想看的电影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涛哥，最后当然也别忘了点个关注，涛哥每天为你解说一部恐怖电影。